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啊。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由阿波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来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问题，这部方面工课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6338601。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 Line at 哈，要请教你的问题。不过阿波讲进前，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你好。嘿，你好。我是928哈。嘿，928，你好。嘿，请教一下，我要那个我种蒜啊啦哈，蒜头了。嘿。啊，有灌龙鳞菌的，然后像芽孢杆菌，还有蜜豆宝了。啊，现在是四片油啊。啊，想要落肥，但是我有砍草啊，料啊肥歹落，啊要用易肥。我有12号、17号，然后硝酸钙，然后啊是讲，假使若要用12号，安尼肥量够够，啊那是，啊个伊个是写喷叶面是800至1000，啊你若要用罐头的是300至500，迄个较大嘛，但是我的细长，我若要用300至500的去压着叶啊，安尼会伤。会伤重无？会伤到无？啊，搁一个问题就是讲，我隔壁田有人种一扎，爱要家己食，啊，拢啊无咧，较无咧迄落款西，啊，看伊拢打尾个，啊，毋知迄啥物原因，毋知会影响到我会传染过来无？叫隔壁尔。好。啊，要来预防安尼啊。好，谢谢你。不会来。他会怕也是应该的嘞，哈。那其实感冒赶快。我来讲啦，隔壁的火烧，难道你唔免紧张啊？嘿啊，足紧张好无？哈，啊，伊那火烧佫唔怕火哦。这当然话，咱带咧等，可能一间破草厝啊，吼，一个草埔，小小调无要紧，咱可能一个隔火伫遐吼，咱当然家己爱小心注意啦，哈。当然人伊家种咧家里啊，讲我甲你喷药啊，吼，伊佫会生气，讲啊，我都无爱去，我做有机的吼。哎呀，你都昏呀！啊，这有时啊，横头横尾吼，当然不要紧啦吼。咱家己咧喷的时阵，咱稍注意者，特别去抓呢吼。啊，因为迄种后尾咧打咧详细个看，一般含即个白菌病有足大个即个关系，然后所以一起来那无好好个处理，应该伊也无啥物通好通好收偌济，通好去食。啊，只是讲咱来注意，然后落雨吼。那边的水呢，过过来咱这边，咱迄都爱小注意者，还是讲有湿气较重、大风雾的时阵啊，咱可能药啊吼，特别去抓，可能你要去甲行一摆吼，这特别注意这个白冠病啦吼。啊，目前来讲，咱看会到的吼，咱看会到的呢，这个啊情形应该是安尼吼，所以你伫遮爱小来甲这注意着吼，这。真伫即阵啊吼，真容易去看吼，所以啊，搁一个就是讲，当时啊，伊迄个小尾吼，即通常是爱留啊较凉小块吼，即卖我那是会啦吼，就讲即阵啊，有当时啊，连雨拢无落雨啊，真咱连耍呢，打伤吼，有当时啊，伊个叶啊吼。啊、外口叶啊吼，你若讲伊个叶尾打外口叶啊，中袂讲干那叶尾一扎，爱叶啊看起足新的迄种，啊详细甲看伊个叶啊有一挂即、這个啊即、這个灰白，爱去甲看卖啊者吼，都只讲伊咱横看是干那即个叶尾是安尼黄，啊看伊黄即种，即应该叶啊漏口即种安尼，咱会知影讲即应该是。白菌病这无啥要紧吼，这咱家己小国控制又好些。但是伊去甲看伊个叶啊，那是有小小块有迄个安尼，啊、无真青翠啦吼，啊，迄种涩水的安尼吞吞白点吼，这个红地毒啦吼，所以这应该是爱去甲伊啊，咱可能得爱注意，因为伊拢无转药啊，所以红地毒有一个所在，咱转药啊时阵，伊就走去避底下，啊，即马风吹就来，所以你伫迄个附近去夹夹吼，得。唔免住规区啦吼，就讲了啊，红地毒的药啊，先去甲伊走一遍啦吼，啊，卖互伊挖来吼，互伊知影讲，因为伊个味吼，这都有伊一定的一个效果吼，所以这有当时啊是咱可能是最主要是这个问题较大啦吼，这两种啊，你看卖啊者吼，看这药啊，那是干那药袂打这样不要紧吼，啊那是规个这个药安尼药啊，吼，即安尼。
普普啊白白迄种点吼，这红地都加过，这咱得爱细字吼，这红地都就容易围过来吼。迄有当时啊会一打怎安尼，伫迄个附近就怎扩散哦。尤其咱迄个横啦，横边边讲咱遐是因为咱拢南北邻的嘛吼，所以隔壁这那是透北风，因为风咧行，看卖者，因为咱也无可能正南北，所以有时啊这风呐扇咧过来呢。那伫咱的风尾哈，咱是风头，伊风尾安尼可能无啥要紧。啊，那伊风头，咱风尾要换咱带来担哦。比如讲，啊，不像咱咧讲这个种瓜啊时阵，咱那是去拄着啊边啊种冬瓜吼，啊种冬瓜是头啊那是啊，这个冬瓜互伊调栽啊吼，气味啥物有时啊拢无咧甲转吼，规副放假。拢记在一起，啊，无代志吼，就是感官你都慢慢来准备好，但是呢，都换咱带咧等吼，所以这有时啊，啊，你嘛袂当去甲讲安怎啦吼，这啊，但是就是讲咱家己爱有一个备战准备吼，一个啊，当然那厝边吼小讲一下吼，这啊，卖歹声少抖音啦吼，啊，有当时啊，这个物件吼。这个确实呢，啊，是会传染哦，是会传染啊，啊，所以爱小准则一下安尼，这是爱知影。啊，第二就讲，因为 CP 药啊，起来差不多爱落肥啊，吼，即咱这个时阵啊，开始要接肥吼，所以你啊要用这个水肥，你也当用硝酸钙吼，硝酸钙含这个，因为即阵卖好料啊降者吼，所以你直接用十二啊吼无够，所以你十二啊用这个啊一分地，你也当用差不多三公斤左右啦吼，就讲啊你。硝酸钙我那该用三公斤哦，哎、啊，真省钱啦吼，就讲啊，迄真省啊，你安尼个管吼，比如讲你一分地，你得个十两项加起，我那六公斤，但是啊，因为咱个补剂出来加，伊较袂伤过头软丝吼，啊，咱即阵啊，佮佮补一点啊，即钙啊，伊迄个大起，迄个真结实吼，即、這个蒜头呢会真水吼，所以你也当个试看买下者吼，但是即个量袂使侪啦，吼，就讲咱一分地卖超过六公斤的一个即个量，啊，你那是差不多佮扎即个三百倍来看起来啦。比如讲，咱一分地，咱是不是按六公斤？六公斤你该用三啊、六公斤你那是用三百倍安尼起来，你是不是爱有1800公斤的水？哦，比如讲你咧造水的时阵，都爱造一个啊、差不多爱有1800公斤啦吼、哦。所以这个要爱以这个量会加真好啊。但是咱不一定爱用到六公斤够，因为你用伫这个枕头，伊在遐你该是不是你用惯的吼、哦？啊，你那是用300倍，其实。卖去甲喷着心肺吼，应该是腰背背伤吼，但是搁较悬，咱就歹讲吼。啊，但是咱伫用的时阵爱小注意者吼，这应该安尼来用呢。啊、你会当算，比如像伫用的时阵吼，卖药啊卖开伤强啦吼。比如讲咱感官300倍着，但是咱迄个药啊脆吼。迄、那个所在你卖互伊做忙的嘛吼，你互伊逐开较大杠的安尼有无？啊，咱转咧甲衰过吼，有讲安尼一抓去，啊一抓转来，一抓去，一抓转来，啊其实真紧吼，只是讲原来行到脚会酸到样吼，啊无迄速度是真紧，啊你水吼差不多啊300倍来用吼，啊你尽量，因为你爱逐伊就较袂去喷到这个油啊。哦，啊，你若用棒诶，就去甲棒着哦，所以这可能是药啊，嘴咱啊小调者安尼就好啊，吼、哦，这大概是安尼来用啊，所以我是建议讲，你会当啊两项去配做伙，吼、哦，两项加做伙300倍安尼，吼、哦，安尼来用啊啊，一项一半一半，哦，安尼起来，这个淡数嘛较有够啊，过来就是讲伊诶一个啊，这个加毛够啊，钙毛够。哦，安尼咱这个不都是这样的起来，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肥啊。17啦吼，较慢落头迄阵啊，要用较来用哦。啊，即阵你卖用17啦吼，即阵爱啊，伊当咧需要一点点啊淡素肥，爱了互伊大一下吼，迄蒜头爱了大一下，啊靠一个这个一点点啊互食。伊后边呢，啊，这个长呢会较惊长哦，所以这可能伫肥料这使用，你会当安尼来改这个试看卖，就应该效果是真好啦吼。啊，这个会当互你小了解者吼，提供互咱注意听众朋友做参考啊。嗯，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我们来看徐玉昌的问题。徐玉昌呢，伊要来问你的问题是有关的，伊附了一张吼土壤检验的这个。数字吼，要互你看一下。伊讲吼，无拍低肥的土壤去验土的报告。伊拍算要来种白花菜，
啊，要安怎吼来施肥？目前呢，伊是放芝麻薄哦，滴麻婆呢220公斤，啊，然后呢是栽培39号一包，啊，伊的土壤吼，这个性质是比较偏沙土。现在已经是有用一些苦啊，这个麻苦，这可能是自己下的啦，不然这感情真的感情真的会卡的，当然因为麻苦这个磷啊各方面的这个量呢都很不错，所以这是一个好东西，所以这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可以稍来给它做一个这个那个应该就这样来用，这没很大的一个而且你39是一个好的一个肥料，所以我们说的是打底，这一包这样起来应该是没很大的问题，这个切出来的这个土壤里面很多都红字，这看起来呢有当时就感觉呢这个你检测的一个这个报告里面呢这个红字的一个这个所在真多吼，其实甲看起来就是讲基本上啦吼，就是这个 pH 值问题较大吼，拢超过拢甲八吼，这可能爱足细致的吼，因为pH 到八的时阵呢，这碱性吼，所以咱可能都种类时阵咧用的这个肥料啦吼，可能就是讲尽量的当这个宝贝接到啦吼，所以所以这部分的咱。爱少怎样吼？这怎样？这款呢？这个引发咱的就好啊！吼，这最主要的是讲一定爱去给多补一点点吼，多补一点点这个铁啦吼，和伊的这个吸收效益吼，因为这个碱性的这个土壤伊较容易白心吼，咱讲的白心其实就是缺铁吼，缺铁性白化，这去影响到伊的这个光合作用吼，所以咱那是巩固这个施肥的建议来对呢应该是安尼吼。至于讲这个乙烯酯电导度呢都很低吼，就是讲，因为这较沙地，所以你迄感这个许呢倒是无真大，这应该可能是靠我海边啦吼，这看起来这个情形吼，可能是这些他说有机质含量稍微低了一点点，这也无所谓，这慢慢吼，看破产啊，甲这稻草胖胖类吼，这得手咱会当安尼去做吼，这金刚乌吼，这有个做这个有染这种硝酸钛氮吼，硝酸钛氮呢稍微低了一点吼，较无肥啊，加较无够吼，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你可以去买硝酸钾来下嘛，就是说我们肥料正常你可以用5盒5盒里面你去加一束硝酸钾，效果就会加很好，就是说我们5盒你在用尽量用特五号，这德国啊，这外面都会跟你说，很多人啦，他说台肥的5盒没肥啦，其实他不是没肥，就是说他的时间较短，你一次给他，因为他的硝酸太淡，所以你如果一次给他下很多，你会感觉他加很没肥肥的吼，你若是把这个两遍的肥料做三遍落吼，你会发现讲伊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伊这硝酸太淡哦。咱做本呢，尤其像这个白花菜吼，花菜这十字花科这些菜呢，因对这种这个硝太淡的这吸收量呢，这是无敌的啦吼，就是讲伊真正是很适合这些物件，所以咧用的这效果会特别明显吼，所以你会当改用这种这个特五号这个物件来用吼。你也当反正你头至尾你拢改这个直径拢这种就好啊，反正呢一盖你都差不多半包较低安尼啦吼，一般一分地一包嘛，不要紧，因为你也较沙地，我是建议讲上人正常是差不多。种类差不多一礼拜吼，一礼拜咱诶7至10天，咱诶就一遍肥嘛吼，头遍咱就较少咧吼，咱那时候你诶就较少淡薄啊，过来你差不多就是各过即个人正常是半个月就一遍肥对无？咱卖半个月，你可能爱较辛苦咧，你可能爱10通工、12工，你就去甲落一撮，但是一概你拢半包就好啊。去甲压者压者安尼吼，那是讲要剩的5盒啊吼，5盒直行吼，这样呢起来呢，这个效果呢应该都相当的好吼，尤其因为这台底就是讲，咱一直去强调这个5盒的原因，就是讲因为。
你也较刷地啦吼，所以迄个硝酸钛氮吼，硝酸钛氮呢啊容易吸收啊。硝酸钛氮吼，因为伊个上大个即个坏处就是伊袂掉肥吼，但是伊个即吸收效益足悬嘞吼，所以咱落补啊接到吼啊，即起来呢啊，伊个效果会加真好啦吼。即通常是落肥呢，小做者即调整就好啊吼。啊，平平即种肥料个即比例，你去用一般个即个吼呢啊，安泰氮呢一个即种五合啊即吼。啊，比如讲一般的五合啊，伊就是氨泰氮嘛吼，伊唔是即个硝酸钛氮的吼。啊，这个物件呢，就无同款啦吼，伊种出来即个效果就差很多啦吼。所以这底只来当好朋友呢，啊，小了解着。啊，当然你那是啊，你栽培即个头药啊，即个每一边咧用药啊，你拢甲加一点啊铁吼。啊，咱有一个啊，是讲补一点铁跟补一点镁吼。镁倒是不一定爱补啦吼，但是铁呢，可能你就是爱甲补够吼。啊，铁的这个量呢，尤其这个镁稍微低了一点点吼，所以通常咱是有补一束啦，这个、效果会加真好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没有太大的问题吼，所以你也当小改补一束啦吼。啊，所以你也当咱最近是有送一罐迄、那个，买啥物送一个迄、那个吼、那个，啊，有铁又有镁吼，这个物件啊，这个、来用呢，这个、对伊的这个成长，尤其伫后边小补一下，这个、效果会特别好吼、啊，因为这个。碱性吼，这 pH 值较八起的时阵呢，对咱这种吼、那個、啊，这个白花菜来讲，然后对这花菜呢啊是高了一点点吼 ，pH 值相对好管啊，相对好管，这低就是安尼，咱也无法多去甲刷走对吧吼？啊，咱唯一会当去改变的是虾米款吼？咱唯一会当去改变的是讲，伫这肥料内底，咱小咱会知影伊基本的这性质是安尼嘛？就讲、是，伊正常来讲，伊是 pH 值大概是六是上适合的，但是已经啊，有当时啊，得较歹了吼，算已经较。八起啊吼，所以伊会出现的这问题，最主要的是缺铁，哦，这缺铁啊，伊的心脉白心吼，啊，你唔通过讲咧得啥物病吼，这真侪拢是这种啊，这个缺铁性的这个黄化吼，所以呢，啊，咱伫这个肥料小补解吼，这微量元素吼，这部分小补解呢，啊，应该真紧吼，这物件都有法度调整个，啊，因为沙地，所以咱补肥接落吼，这人一届呢，这个二十一天落一遍肥，咱可能十二天咱都爱去落一遍肥，连十五天拢未堪的吼，啊，咱落较补咧，啊，但是呢，啊，咱家己这个。加了一两遍啦，吼啊，整体这量是无增加，对，利用这种方式来改这做控制，啊，这效果呢，这一般来讲就会很不错了，吼，所以啊，这底下当互咱好朋友，吼，伫这栽培上呢，啊，小来改这个做一个这了解，吼，就是讲，咱会当小做一个这调整，吼，这大致上是安尼，吼。啊，那是有什么关键问题，随时能甲过来做一个这讨论哈。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嗯，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现场的 call in 专线，底下呢，有欢迎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列当多加利用。不清楚、不了解，就是伫拜一到拜五下晡前两点钟。继续呢，过来看哈，这个听友问。哦、我们听友吼，其他听友的这个问题，来小和和，小和和呢，伊要问老师吼，伊讲伊是种柑橘类的这个听友哦，啊，伊想要伫个采收完吼，针对为个吼，为个这个柑橘类伊个枝条呢有排长，啊，想要用一个捆，啊，所以呢，请教会当用什么款的捆？这是安尼吼，伫咱即个许呢，先计要紧吼，来讲长哪较歹吼，即咱有诶去改用一撮啦，即个蕈状芽孢杆菌吼，啊甚至有诶人呢啊，比如讲拄采收煞，伊会去加灌一撮啦，即溶磷菌，但是我是个人认为讲即溶磷菌吼。啊、倒是较无迄个必要吼、哦，就是讲即阵啦吼，因为咱即马采收刷已经会小可停止吼、哦，你即阵甲管呢，其实效用不大，但是即个
菌状芽孢杆菌无同款哦，伊会入去寄生嘛吼，伊含其实因是一个共生关系吼，就讲这个菌会入去伫做物的一个这个体内吼，对产生一个这个内共生吼，伊会入去做物体内，啊，去引发着做物对这个病害产生着这个抗性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尽量那是长较歹，你会当去甲采收刷去甲灌一撮啦，这个啊，有的人是用台肥一号吼，这种水溶肥啦，吼，就讲类似这个比例啦吼，咱。啊，因为你讲对一个药，拢会去用犯人吃吼，啊，所以呢，啊，咱只是讲当个举例吼，讲啊，要用什么款，大概就那个比例氮稍微高一点点吼，不一定就是讲啊，一定就是台肥一号安尼啦吼，你也当有其他的一个啊，这款比例吼，啊，通好来用吼，这多数呢啊，都有一定的一个，拢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效果啦吼，就讲啊，咱咧讲的就讲，改这个做一个月来安尼吼，这个月子肥。然后伊即个恢复上呢，算较紧的，当啊一寡营养吼，一寡因为这各排个加倍啊，吼，比如采收起来呢，啊拢啊消耗很多的营养元素，所以咱后伊会当小恢复一下吼，所以安尼起来就会效果就会好一点点哈。啊，一般来讲咧用就会稍微淡吼，就有的人是直接灌冰金的啦，吼，但是这一般是没有必要吼，所以咱通常是当用26、13、13吼，啊，这几束苏拉就好啊吼。啊，有的是讲啊，我改灌磷较管吼，磷较管倒是无这个必要吼，所以一般通常咱会去用这氮稍微高一点点的一个这个肥料吼，啊，小可以啊长呢小恢复一个安尼吼，啊，你灌的时阵先做因为为什么要用灌的，不爱用热的，因为这个时阵通常是较台湾种柑橘类的所在，通常拢较打霜啦，吼，拢无啥物雨水吼，所以咱若用热的呢，伊也食无啥会着吼，所以咱一定就是讲上好的这方式，就是搭配这个水溶性的这肥料啊，然后含许做回来用安尼吼，啊，这个物件做回用来，伊当然都有伊的一个效果啊，吼，哎呀，食会着啊。一般来讲啦吼，咱拢会建议讲啊，你甲用这个同一、這个咩达乐之类的解这药啊，因为有当时啊这個、啊筋吼，就是讲维持要维持也这维管束的这畅通，所以咱甲男子输到这种物件吼，所以你就是三项物件吼，这个咩达乐吼。啊，即、这个菌状芽孢杆菌吼，即、哦、对针对黄疸的即个部分啦吼，即疸呢较歹、较白疸的这种啊，然后你甲淋一撮啦，即、这个一盒啊，有个人会甲淋即个葵根吼，就是讲根系对于根系生长的即个物件，但是咱袂使去用这种荷尔蒙去刺激到伊。以筋的发育吼，咱会当用什么物件？咱会当用这种即、这个药吼，可以小吸收一寡营养分这种的方式吼、哦，啊去固筋，唔是甲刺激伊开筋，因为即阵你甲刺激伊也袂开筋，那只得。等到是对做物本身是一种的这些伤害安尼吼，所以这点咪当好朋友吼，小来解这了解掉吼，所以今嘛咧用呢啊，大概是安尼一个情形啦吼，这底下好咱好朋友吼，小做者这个参考吼，就是讲在这使用当中，你也当安尼来用吼，你也当安尼来用，上界要紧的其实啦吼，即阵啊先好休一下吼，搁一下来就是真重要的这所在吼，真重要所在就是讲，即、这个开筋吼，迄阵呢咱真要紧要去改做即、这个，就是开春迄个时阵啦吼，开春迄个时阵呢，咱就会当该用即个溶磷菌，吼，迄阵效果就足好诶，吼，即那是，比如讲当其实当这季就会使用啊，吼，不一定得爱，但是即有当时迄阵就是伤过头，伤过头大啦吼，所以咧用菌诶效果较无遐好，所以咱通常当这季啊，那是拄着准则一个，那是有滴啊落雨迄种天吼，春雨吼，然后即种落雨啊，咱有迄个机会啊，咱就该用一个。哦，就去甲灌一撮啦，就是讲伊开始啊上班吼，就是讲一直甲清明，这个中间上好会当上好会当用差不多两遍吼，大概两遍安尼吼，两次啦吼，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伫咧吼，咱会当吼朋友呢小做这个了解吼，这样呢来用吼，这基本上应该是有一个。还可以吼，就是讲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吼，当伫咧应用的这当中吼，算
会好一点点吼，对、就、讲、是，简单讲就是讲可以来恢复吼啊，所以伫开春迄个时阵吼，荣林菌的这使用就足重要诶吼，迄阵得咱就强烈吼，强烈推荐你顶爱用这物件，这真侪好朋友用过啊、大概呢都会还蛮有信心的，而且长伊就慢慢得话都恢复起来吼啊，一般咱咧用这种物件吼。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简单说就是我们在用、这荣林菌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所在就是尽量有一点点水啦，这个、有一点点水，就是说土壤有一点湿度，因为这菌就是有一点湿度、较有法度呢来把它处理有好水，这样这简单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在的、另外就是说你现在在用啦，就是讲，加这个荣林菌要用伫虾米款的一个这个所在呢？吼，就是讲，除了这个都开春去下，吼，都开春去下以外，啊，过来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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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拢慢慢拢爱增加，吼，就是讲，你也当伫那靠就靠药厂，你也当加用一遍，啊，开花的时阵也当改一摆，吼，啊，这个咱伫。开春之前，加一遍，等于是花精嘛。你开花的时阵，咱会当去补一遍啊；幼果的时阵，搁一盖三遍哦。最后，这个长呢，是这个较肉长的，无一般来讲是两摆吼，两摆就会当这个做得还不错啊。只是讲也长较肉，所以咱来灌起。啊，即卖那是拄到这个雨水，咱个灌两边啊，这个有吼啊，灌两边啊，这个应该会好一点点安尼吼。这种感官界面达乐，这种物件吼，为啥物关节面达乐维持维管束的畅通啊？一定爱注意散糖吼，这个三月这只只啊，甲清明这中间就开始温度若回了较紧，咱有时间咱就要开始注意这个线虫的这个啊，这个使用吼，等于讲你散糖一定爱先改处理哦，好势啊，下一撮要散糖药啊，搭配咱买。因为这时间啦吼，所以这大概呢一行一行吼，咱安尼来做吼，所以我感觉吼，安尼慢慢来用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会当个这个物件呢，改这个慢慢会回转来吼。你讲伊无可能一下啦吼，你讲啊水管啊就好起，但是你发现讲它没有继续恶化，而且一年会比。一年会比一年好哈，一档个比一档较好安尼哈，所以安尼起来呢，这个效果就会当加真明显，啊，无可能一下啦吼，大概就两到三年哈，两到三年呢，这中间呢，真紧哈，真紧呢。的一道回转来吼，就讲较袂遐尼啊，一个恶化吼。啊，大概这种的这处理方式吼，这那拄到落雨，比如讲为差不多四月开始吼，四五六七八九，一直到要采收进程，那落雨无论咱正常的肥料的这个使用，那落雨咱就是一分地六公斤的一个这个这个氯化钾去甲落一遍，一分地六公斤吼，一礼拜就加一摆吼，就讲这几礼拜拢落雨。我感觉特别去拢改用，唔免啦吼，咱就是讲这个用一摆，用一摆，安尼对，一礼拜，大概就是一次，安尼起来效果就会很好吼。安尼整体安尼来用落来了呢，我是感觉讲还不错吼，这就长特别恶化啊，慢慢。这个真紧吼，啊，对，当来改这回等下呢吼，这底下当好男女朋友小做些这个了解掉哈，大多数是安尼这情形哈，好，来63386016338601，来老师看一下哦，杜慧君哦，杜慧君的问题就是耶。小番茄已经去采收啊，伊这是玉女小番茄，但是老师，你发现他的小番茄，有一好像后边面呢，跟我呢吼，算讲较唔是地头这边，较下开面呢，可是后你感觉讲透明安尼追追吼，所以他想要请教你这个原因。其实这个情形在夏天啦，吼，就是讲较热的时阵呢，倒是拢会当讲是这种较正常的吼，就是讲伊本来高温吼，这个油炉啊，只要那是超过28度吼，伊个硬壳啦吼，还是讲这个有呢，拢真容易吼，拢真容易呢。这个发生这款的这情形吼，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吼，这拢无真大些问题。
对真侪好朋友讲啊，冰冰都有问题啊，你那讲无真大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夏天有时候这咱爱去啊，要改某些这个标准哈啊，爱改这个降低啦吼、哦，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这个所在哈啊，这个看起来呢应该是还可以哈、哦，所以底下当好朋友哈，小、哦、做姐姐了解哈，你、哦、讲、就是、有当时啊，嗯。要放过自己放过自己，为什么要放过自己？因为真正是你讲啊、这个做未到，做未到这个所在，然后啊，所以呢，这底下当好好朋友呢，就来解这了解掉吼啊，这底下爱小知影者真济吼，真济有当时啊，咱伫啊咧处理这个过程吼，就是会有这样的。啊、当然你讲啊，我想要改用一挂这个吼。啊啊，灯色的吼、哦，这个可以不可以？有啦吼、哦，咱有一个啊，一个专门这转色吼、哦，因为有一种特殊的这生物刺激剂吼、哦，你也当小甲喷一下，你也当伫去隔灰的这所在，但是爱较早喷的吼、哦，就是、讲你发现讲伊开始迄个色泽无真好势的时阵，咱知影讲预估有可能的一个这个啊，这色水也较严重的时阵呢，这可能到迄个樟头遐甲乌鬼安尼哈。装那个木柜啊，这还用这种啊，咱有一个这灯色的这部分啊，这效果还不错哈、哦。你也当去改啊，气化买者哈，这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哦。啊，有当时啊是干嘛讲就不去用了哈，对、哦，讲无去甲特别处理哈、哦。为什么不爱甲特别处理哈、哦？不爱甲特别处理的原因是因为呢啊，第一个会有时啊会很容易哈、哦，很容易呢啊，就是这款呢这情形的嘞哈、哦，所以。啊，这里家好难，和朋友小做姐姐了解，当然你要给他处理会好一点，你家还蛮明显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哦。但是呢，啊，我个人认为了哈、哦，这有时候也不能太苛求，但是这五号哈，这五号，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有多高哈、哦？有时候也不能说太多了哈、哦。这实际上，这个温度呢，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限制哈、哦。这啊，上大些，这限制的嘞哈。这底下我们听众朋友也当小了解者哈、哦。嗯，好，来63386016338601，来老师先麻烦你看一下哈、哦，这个阿红，嘿，阿红的这个问题哈、哦，阿红呢要问讲，伊常阿公哈，哎。黄尾的这个原因，你看他的长阿公呢，弄黄尾种三个娃娃啊，但是伊的尾溜呢，就是黄。这个尾溜黄的这个原因吼，咱可能就是讲爱先一个来了哈。一般来讲就是讲，伫这个叶尾，咱和平传改，这是干哪？这个叶阿尾吼，咱。啊，你讲的这个白卷病吼，通常伊后尾落来，也为中路转黄倒落来吼，规后就转黄掉去吼，所以这个是爱小注意的吼。对，通常来讲，你看外口遐啊，拢有这款的一个这情形吼。啊，但是就是讲，有当时啊也做大，这大的这所在也特别的严重一点点安尼吼。啊，这个有当时啊是爱小。小注意着吼，即、這个真要紧吼。为什么讲真要紧啊？因为真侪咱拢会去啊、知影讲即个白卷病吼。但是你啊，唔是讲即阵拢干来着即个白卷病吼。即有当时你若是即个水分吼，大胆变化控制了无势，比如讲啊比较较淡吼，唔是干来白卷病吼。所以即有当看到呢，即真有可能吼啊，是即个有呢。啊，会很大的这个问题哈、哦，所以这个、感觉上啦哈、哦，感觉上看起来这进入可能哈，进入可能呢是这个有呢啊，这个根满哈、哦，这个、根满的这个关系，所以你嘛是爱注意哈、哦，所以一般是爱去看迄个樟头啦，好、哦，就讲、是、除了看这个地上部哈、哦，那买看这个樟卡这些家看买下者哈啊，因为呢这个根满哈、哦，这一般啦哈、哦，伫高温的时阵，热人迄阵哈。那是水分较济呢，啊，伊就较容易来改这发生吼、哦。慢慢到较热量的时阵呢，就较袂遐严重。但是这个根满这个部分呢，啊，咱多数就是讲，这个即阵啊24度吼、哦，像即阵温度也无真低对吧？啊，所以呢，
啊，伊腰骨会腰骨会掉，哎，这惊打啦吼，就是讲啊，这个你若该放我，你要较打一下吼，伊这个筋脉就会好起。所以你这个饮水吼，一般讲啊，你一定爱啊，这肠啊吼，较早的人讲这肠啊爱会打会淡吼啊，但是有诶，这个横吼，因为较咸，所以你若放了伤打呢，伊会流啊呢，我们连血，所以足侪人唔敢甲放打。啊，但是这个是爱啦吼，就是讲你调整这个时间吼，可以会当来给伊这个放打，并讲差不多过道过啊，可以小打一下，可以啊小拍一点，因为较暗得个得无啥要紧啊，但是中道遐有即马打起了到这个明仔载安尼吼，安尼一个轮回差不多十几点钟。拢真打伤吼，只要拢真打伤安尼呢，啊，这个筋脉伊就较袂遐严重吼。啊，若无伊做，伊通常吼，就是讲伊真，真这个药吼，算，真歹用药啊啦吼。所以咱多数咱咧用，当然像这个布菲松吼，这目前是咱啊用上济吼，就是讲，大概这个药啊呢，算是真普遍吼，伫这个根满类之类这个用药呢，啊，而且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吼，就是讲咧用起来这个效果呢，感觉还袂歹啦吼啊，所以呢，咱会当安尼来改这个做者处理。所以你爱看吼，因为迄根本咱看会到吼，迄个伫张开根的这个所在吼，当时你也看到伊迄个心，黄的这个所在吼，爱看心，因为迄、那个你那总共是这个叫做白关吼，伊心脉较无啥物真大这个影响啊，但是你也是金脉，伊个心脉会 QQ 哦，你看到个心脉出来，伊就会安尼 QQ 无啥正常吼 ，QQ 无啥正常吼啊，所以这有两种的这个可能性吼啊，其实吼，伫咱听众朋友传个这相片内底呢啊。金脉是阿伯啊，特别要提醒你的这个所在吼，就是讲有个人，因为一般是这个伫横林吼，大概三月迄阵啦吼，三月到五月迄阵，有迄阵拄啊好阴雨绵绵吼，这个梅雨季节啊，个拄啊好春雨梅雨季节烧接一只遐，所以土较袂打伤，迄阵会足够掉的。搁一个就是这个啊。七月到九月迄阵雨季啦吼，迄阵嘛较会掉吼，过来到冷的时阵就足少啊。我十二月一直到许开春进前这段中间就真少，但是啊，伫十月、十一月这个中间，其实温度要阁真高，要阁会掉吼。咱啊水分虽然已经从今年真打伤，但是咱啊是横林水若无控了，真无了啊，吼会打会淡安尼吼。啊，这今晚嘛发生这听众朋友爱少注意着吼。啊，这个咱听众朋友传过来这相片，这黄晓的一个这个部分呢，这倒是我甲看起来吼，这倒是不一定是今晚，只是讲我提醒讲啊，你这有可能吼，嘛是爱注意今晚的这问题，今晚的做大一点阴影吼，这差不多小夸一只呢，这个有当时也小夸咧啊阴影吼，它一大一只遐吼，这真容易也危险慢慢多开去吼，这真容易看，但是咱听众朋友这问题是其实是够一个。这个疫病吼，这肠啊，这疫病，就是讲伊个肠啊，讲这个会凹一过落来，凹一过落来，迄个所在那从水水吼，小可唔是水水，应该是讲去那从叫滚水烫掉，这种安尼凹落来迄个所在吼，有诶讲迄个风吹去凹掉，无一定啦吼，伊凹落来迄个所在，那从叫水烫过迄种感觉吼。啊，这种呢，这是这个疫病吼。啊，你那是讲这个白关吼，白关是叶阿尾一段臭大臭大，但是伊这个叶阿尾臭大臭大，伊中路的一抓怎安尼为中路吼，怎安尼打倒落来，但是伊袂怎啊像叶病讲的凹一过落来安尼吼。啊，其实这个白关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叶病也好，这咱咧用药的时阵，拢会当做伙来改这个做防治吼。啊，只是讲有时啊。等到这个两项病，咱会去给兼顾到，到时这个金脉不一定会去给注意到，所以这有时也是要去注意这个所在，所以一定要去看到，就是讲因为金脉那是悬的时阵吼，伊个脏就较紧的加正歹吼，所以伊出来新血的安尼起翘袂病啊，下骹血的会怎安尼黄去吼，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吼，所以这大概是安尼吼。除了讲用药啊以外啊，但是咱可能较重要的这个所在呢，倒是爱来改这个吼、哦、注意水分的这个广告吼啊，水分的这个广告咱。
那是该处理好势吼，卖讲卖讲就安尼来煮水分该用好啦吼啊，也较容易吼，就是讲啊、一个真。真好势哦，较袂讲啊，用药啊拢控制袂掉。哦，这药啊是咱一个，咱爱知影吼，咱听众朋友一定爱了解，就是讲药啊是咱一个辅助啦，吼，就是讲对咱来讲是一个帮助嘛，吼，就是讲有用，而且效果会好很多。哦，这种叫做一个辅助性质安尼吼，这啊、这个一个帮助。啊，一个帮助伫咧，咱都已经有伫即两家对咱来讲，当然都足方便的啊！吼、哦，即有一个负责啊，较袂讲有一个即、這个小可来看起来吼、哦、啊，即、這个当叫来看，即当好朋友小知影的吼。所以基本上吼、哦，基本上即个问题啦吼、哦，就是讲咱看会到的吼、哦，看会到的吼、哦、啊，我拢甲你讲到啊吼、哦。但是呢，今晚这部分唔是因为这看袂出来吼、哦，你。在相片内底阿婆也是看袂出來，但是咱真侪会去忽略这个问题吼，所以当然即马来根本是较无遐严重，只是讲阿婆来提醒你吼，当时啊，咱是希望讲会当卖讲甲即个啊该做的、该问的、该咱拢该啊该问好诶，该注意好势，拢会当该啊控制好，安尼咱。后摆吼拄到问题时阵，就发多一步一步啊，慢慢啊来甲伊啊，即、這个许吼算处理又好势安尼吼，这是咱即、這个节目吼上个重要。当时啊，你也干嘛不啊盖啰嗦啊？你都甲讲要装啥物药啊？吼啊！但是装啥物药啊？你若无啊多去分别讲，这到底是即个白冠病，还是即、這个啊药病？啊，你装啥物药啊？刚好好。有啦，那无效，对无？见面拢，见面拢，啊，土面，见面拢，即个上贵的，迄支百克明，啊，迄、那个就是迄个啊，佛比巴克，啥物拢，反正上贵拢摕来结，啊，敢得一定有效吼，因为你那是，比如讲像肠啊吼，伊白管就是白管吼，也啊土面了有效，啊，你一遍甲怎，嘿，有效呢？第二遍佫甲怎，嘿，有效呢？过来嘞，过来无效啊，后摆就拢无效去，因为抗药性的这三星，所以咱咧用这个啊、以白冠来讲，像加一丝啊扑灭灵啊，这氟多宁吼，还有当时啊啊，又啊较温度较悬，咱能够加一点啊，这個多宝链霉素细菌性的这个病，这个病讲像咱也无真严重，咱也确定讲是药病较严重，咱可能就直接用阿托品加这个啊多宝链霉素，安尼咱就会当家控制掉咧。啊，那袂使哦，这感哎唔对吼，感觉呢要个啊，这个底无讲真会掉，啊，咱较家加这扑灭灵还是氟多灵，啊，一般来讲这个扑灭灵吼是预防啦吼、哦，就是讲。啊，未介严重，还是讲无得白冠的时阵咧转，啊，伊未得吼，这也是小夸，啊，咱甲转者效果未歹。但是那是正经得着吼，咧转呢，其实效果不好，还是要氟多宁吼。啊，你氟多宁你大概拢甲氟多宁啊，够好不好？连面嘛个连面迄个药啊的抗药性又产生吼，这是咱的一个伫栽培内底，咱必须要去面对的这问题吼。所以啊，希望听众朋友会当了解吼，啊这。啊，甲你讲好了啊，较详细小块，因为呢，毕竟啊，这讲酸啊呢，讲肠啊，吼，回答的是肠啊，但是实际上咱真侪好朋友呢，种酸啊呢，赶快买当做参考啊，这提供我咱这位听众朋友小了解到，以上甲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哈。嗯，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看一下哈，这个叫做加。是叫加享吗？还是加存？我不晓得。一个金在一个享受的享。来，伊们问的是，这个就是酸啊，会不会是你说的这个白冠的问题？这应该是酸啊吧、对不对？是啊，没错。王姐哈，这酸啊哈，这个没有错哈。宝妹已经出塞啊哈，这个瞄了一眼就说这是白冠的这个问题哈。确实也长头也所在有流啊呢啊那种堵水堵水啊，你详细个看有小花有一个张卡，还有一点啊，这个白丝白丝哈啊外口叶啊拢黄起哦啊，较无遐叶的呢啊，较无遐严重的就叶尾臭大臭大，然后胃中路黄倒落来哦，这种呢啊，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啊，这种有当时你看到一种叶啊吼，叶尾臭大啊，叶路怎黄落来呢？
头小花甲背后开长头的这所在，应该拢有较白丝哦。啊，那是讲较低温的这所在，足明显的，你都看到伊有这个白丝的这个现象啦吼。啊，所以这种是会非常标准的一个。啊，这嘛也落去吼，伊就足紧呢啊，就会烂掉吼。啊，你也闻到这个酸啊啦，海气也闻到臭臭吼。啊，尤其酸啊，因为这寒流嘛吼，所以这种物件都一个真标准的这个臭味吼。所以啊，咱会去看，会去。感受到这种的一个味道吼，还蛮重的哈、哦。所以这是咱得爱伫栽培管理内底爱特别去小心注意的一个所在哈。啊，因为今嘛到目前为止温度还阁真高，所以呢啊，这个白菌病吼啊，真侪人拢会烧症哇，这已经症足侪变吼。这啊，人农药店甲讲酸啊无白菌病吼，啊那是啊，敢讲酸啊无白菌病的这个农药店吼。啊，那也是够呛的吼，嘛是算讲完了对家己吼啊，这个极度有信心啦吼。其实酸钠是无白菌病的这个推荐用药啦，吼、哦。这句话安尼讲是对的，就是讲伫植物保护手册内底找无白菌病的这个说大蒜白菌病，伊找无这个药啊，吼、哦，因为伊无用的。这但是伊讲无白菌病，有啦，怎么会没有白菌病呢？对不？啊，伊含肠啊，这個、白菌病是同款，只是讲。咱伫酸啊内底呢，并无即个推荐的即个用药呢，啊，互你来用伫即个白菌病哦。所以你去甲看迄个植物保护手册内底吼，就讲大蒜推荐用药时阵，哎呀，不好意思呢，真的没有白菌病。所以呢，讲哎，酸啊无别管啊，凊彩讲讲的吼，啊，其实不是啦。所以咧，该配啥物，互你用即个伫咱解冻位即内底即个药啊，去解即筛选吼，比如讲。啊，这个亚托敏，比如讲这伊普酮、阿基辛吼，啊，还是扑灭灵跟氟多宁最好用哈、哦。所以但是呢，啊，没有办法哈、哦，这两支药啊，拢不是酸钠的蒜头的这个推荐用药哈、哦。这就是咱常常伫节目内底咧，甲好朋友讲的这个问题哈、哦。就讲、是，因为一项药啊，吼，你肠啊、韭菜这拢会当用，但是你酸钠袂使用，为什么？因为伊无扩大使用啊。哦啊，这药啊，敢是禁药？不是，是不是安全用药？是安全用药。为什么酸啊袂使用？因为无扩大使用，这是咱法律上的一个问题。但是管的人没有人去管哦，因为大家都讲，嘿，农业放宽几百倍啊，那听到这的啊，然后就不敢讲哦，因为他们不懂，所以有时候啊，对着一挂唔捌的啊，唔捌的咧回的时阵，你唔知因咧回啥哦，所以有时候会很生气哦。但所以较早的人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啥，因为你唔知伊咧回啥，你知影无？你真正无了解过啊？因两个是咧回啥？唔知伊咧，伊讲的是讲这个，伊讲的是讲迄、那个，因两个拢不在一个频道上面的吼、哦，啊，这是较可惜。所以咱伫酸啊这吼，我是建议啦吼、哦，你可能会当有一支手边这个药啊，亚托环克做吼、哦，这一般咱提来做这个药呢。做这个别管的这个油啊，好像还可以的哈，但是呢，这个还是很有限哈。等于讲，最主要是刻意的亚托敏环克做有一点点好，但是那个效果不好啊。所以咱也建议讲，你就是用这个油。当然这在法令上不也是袂使呢，跟你讲哦，就是讲袂使呢，跟你讲，什么叫你用这个扑灭灵还是氟多宁？因为这两个药都没有被推荐在大蒜上使用。啊，大蒜上都白菌病啊，白菌病没用什么啊，没有药可以用啊、哦，这没有推荐用药。但是，在咱的这个专家都告诉我们，哈、哦，因为呢目前没有推荐用药，所以可以参考啊，葱的白菌病的一个防治方法呢。啊，肠啊，这个白菌病靠什么？哈、哦，扑灭灵、氟多宁、哦、所以这大概是啊，咱当然必须要的爱哥。因为它很烂吼，所以咱因为它这个白管的落去了，伊会把迄个夹一个坑底下的掉啊，所以即马温度阁悬悬啊吼，所以要阁阿袂真正冷，所以呢会去掉细菌性的这个病，所以咱来加这个保利霉素啦，哦，所以你大概就是安尼用这個。
你那是去这个原种吼，这個、附近一些遐几间，那是讲转酸啊药啊较好的一个这个药，伊那提白白白啊，互你用吼，拢讲因公司研究的吼，啊特别有效的吼，我讲啦，迄拢是这个扑灭灵啊，无就是胡多灵吼啊，这个药也个甲你加一剂这保利霉素，差不多是安尼尔吼啊。有当时啊，头啊可能啊，加许也提这个亚托明互你转。啊，亚托明吼，有当时啊，带无啥会掉吼，所以也个客这个啊，伊那是个卖你这种啊，扑灭灵还是胡多灵，安尼是不是的？要规矩卖你白白啊，个较好谈安尼吼，所以啊，当然这种不是正确的啦吼、哦。咱其实啊，底下要个好朋友表达的，就是讲咱爱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用药，咱唔通啊，爱正确的这用药啊，合法这种白白啊吼。对，认可的，因为伊到底内底南山物件，咱唔知啦。到时阵凡是像宜兰迄内底干那白干那迄个米粉吼，啊，全全唔知咧痛安怎吼，这样也不好啊、哦。好，这个防治上的这个方式，互你小做者参考。好，来时间上的关系，咱今日两点钟的节目吼，国爱先暂时进到这。线上朋友吼，对你比较抱歉，我们明天空中。